刚本尊，请本尊先上座喝茶。我找。我今天想跟本尊赞誉4点。第一点就是我之前在西班牙留学的时候，刚好遇上那个疫情很严重。当时本尊刚推出全身分身，然后就有同道传了全身分身的照片给我。我看了一个早上，晚上的时候我就看到全身分身出现在我的房间里在面。西班牙吗？对，在西班牙，我就看到我的法身进去跟那个全身分身礼敬，全身分身就跟我说“免惊”。然后第二个是从高中开始，我就有每天早上跟本尊的分身敬茶的习惯。有一次同道告诉我说，我可以把本尊的分身变成我自己在喝茶。我就试着看看，之后我每天早上就是敬茶的时候，除了有本尊分身以外，还有我自己的法身也会一起喝茶。第三个是，那时候在国外看电影，因为当时语言能力没有到很好，我就在想说，完蛋了，没有字幕，我也听不懂。那时候我的法身就跑来我旁边，翻译成中文给我听。最后一个是，那时候也是疫情很严重。我在早上在煮早餐的时候，我就感觉背后怎么暖暖的，然后有一道光，我就回头一看，看到本尊分身白头发的，白头对，发然后本尊分身就出现，然后我就有一点疑惑，我就说：“哎，本尊你哪会伫家？”本尊就用台语回答我说：“来咖喱看啊。”然后我就很开心，我就说：“感恩本尊，谢谢本尊。”我被龙洞一下去了，不知往何处去，因为我的分身无所不在，对，到几百年啊，拢无所不在。你讲我较知影，我毋知影伊走去对啊。跑来西啊，班我牙，也毋是班长，我那个点名也没有啊，所以他无所不在。分身在的生命自由自在的意思。我来视线分身，就是说人类可以分身，可以永恒，是要表达安尼尔。啊，有神的人，你做一个一直行行，对，家己自由自在，可以光。分身以你的分身做本啊，哦，在这广大的时空和世界的时候，你才发现什么叫奥妙的生命。不是人类这样，尽全力公民，安尼样，生命永恒，走到哪里都是你的。哎，听过我声音的，有阵拢会出分身出来，啊，拢分身咧做，拢分身咧流动带动，伊也能聚集。我嘛唔知分身现在西班牙，分身会不会来给我讲说，我去西班牙，你是要安怎讲？哎，我唔知影，啊，你爱讲出来，我知影。然后聚集过，包括外国的聚集过，我唔知影。你无所不在啊！我要到西班牙，还要申请啊，还要坐飞机，我还要防疫，麻烦。所以看分身，你的程度算很好。听本到尊会跟我对分话，身，我的分身声还是你两个都可以听到，都可以听到，也可以对话。可以对哇，话。那太好，那这样境界非常非常好。安本尊。像这个本来圆光是要达到境界很圆满100分的时候，他自己会生圆光。我今嘛是先红有荧光，互你鼓励你有荧光，毋是我互你的啦。邀请大日甲你等，甲你受记了，啊，你家己就有荧光。荧光要对实体，实体的了未退啊，永恒的意思啦，陌生不带来讲啦。所以你尽管在讲荧光，你嘛看到你阿表荧光啊，有，就像这，有，干脆七彩的好了，七彩荧光，有，七彩在那里转，有，越来越大。会转。你若不用员工，伊拢停的，伊即马你也会转呢，因为我咧讲的是伊家己转开啊。我根据安尼咧讲的，你自己也都看到后面啊。有。为什么我们眼睛在前面可以看到后面？这就是道，这是道奥妙之处。哎，用人的观念，那有可能啊？表无生眼睛，怎么可以看得到啊？他就是可以啊。你现看到人问你啊，你都实在有啊。啊，你讲给别人听说你说谎啊？到底谁对？人不得安那对立，伊讲无，你讲有啊？伊讲对，伊讲你唔对，你讲伊唔对，你对啊？你讲你对，伊讲你唔对啊？对立，多的是绝对就是这样，无理由，没门关，你们这个理由，迄、那个意思。不要问原因跟理由，在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就是不可自觉，多那会当心盲目，那会当安怎，那会当安怎？老子讲：“民各门不可自觉，就是这样。
就是个善财入法界品啊，善财入去到法界，法界的实相啊。你问弥勒菩萨讲，怎么会这样？法性如是，法性就是安尼。这法性就是道，是讲本心呐、啊，就是讲法性，你产生流露出来，你的法性接到这个。外分心出现，互你看的，就是要提升你啊啦，提升你，要你针对你的本心啊、甲灵魂，互你看灵性啊，针对你的灵性，互你看，要提升你。所以我想来讲，你也当看到我的分心，你就会分心。很简单啊，不用苦修啊，一天你听下都看不到的啊。啊，你这个分心，你敢超越个过去，而且照相照得到啊，你超越过去啊。啊、你超越过去，所以你相信、啊、你就有啊，啊有你就陌生不带，到一百个人，伊就啊你还当伊的功能去起作用的时候，你可以善于应用，善于知道怎么和他交往，非常幸福幸运啊，实在不可思议啦、啊。所以你即摆七彩光，即摆继续咧睡，有。那、啊、你现在想有什么要求这方面的境界，不会消失了，对，这很高，非常高，灵性很高啊。刚刚本尊，想请本尊可不可以帮我们吹气？吹气哦，恭请本尊吹气。吹气你啊？嗯。你为什么要吹气？请本尊提升。因为大家在吹，所以我要吹一下。啊啊、提升实相，吹气能提升实相。好，吹气不是针对你肉身，针对你的灵魂、灵性。我在讲灵性是指法性跟灵魂呐、啊。普通人能讲灵性，灵性，因为整个人类史上的灵性跟科学是两大主要项目。无研究科学，研究物质，就是研究灵性。两种对诸葛以来都加这两种，灵性与科学。安安静静的讲灵性，吹气的话，哦、我是较轻啦，干本子。哦，有啊，你是想体会一下？嗯。想要提升实相哦，你是在气看吗？安尼尔，没有没有，我是在提升实相哦。啊，要提升实相，我是给你动作讲，你是要体会一下，讲到底是怎样个吹气。好，要吹气哦。啊有啊，你知啊？有，是要再吹一下。好啊，感恩本尊。免吹气了，我不要开开，你就接了啦。啊，你搞抵抗不要紧。好，抵抗，尽力抵抗，我就不要做，可他做都会凶嘛，你也不会伤害到你。即使那边有什么尖锐器，它都不会伤害到你，很奇怪，它会一道光跟你围着，让你不受伤害。你抵抗，你这个也当抵，你第一次没有抵抗嘛，无意识状态。我是轻轻那个你吹着，因为我那怜香惜玉啦。因为你女孩子，我带来给你吹着，大家无啥熟悉，我嘛拢无啥给你吹。我以前在吹气不是这样的，三十年前啦、啊，不是晕倒。就是倒在那里呢，啊、不然就撞壁呢，啊、不然就狗叫，真的吼，一直叫不停呢。不是像这样那么客气，说那这些，哎、欸，一直拢有人跟我挑战啊，啊，到遐就无人挑战啊。啊，有的我门吹气，家己就跟他撞壁啊呢，哎，当阿爸拄到安尼，所以你可以抵抗，尽力抵抗，啊，我杯子拿起来就好，你自然比刚才更激烈一点啦、啊。但是一定不会伤害到你。我拿起来表示吹气了，我杯子拿起来表示吹气，哎，抵抗好，开始抵抗。就这个意思。那这样你实相下次再站立，永不褪色，而且提升到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你的分身出现在这里，看到吗？你看、啊、你现在的分身穿这样服装，你怎么在哭？不知道、啊，弄痛了。哦，不知道。啊、你分身啊啊，还要继续吗？要。不是我在哭。你在哭你啊？不是我在哭。不是你在哭，你没有哭啊。哦，那个不是你在哭的啦、哦，你那个灵魂感动啊。灵魂很感动，因为他。就像你们讲的讲的哦，百千难见的在哦，他转世来当人的话，现在终于碰到他，以后不用他听到陌生不带了。如果是的话，他自己会坐下。你看，这不是你要做的，刚才不是你要哭的。和灵魂对话就是这样，灵魂你看不到啊，
我弄你的灵魂给你看，灵魂出现不会彩色的，灵魂展现成影子，有一点透明，可是知道是你，它出现在你后面，你的灵魂这个样子，没有彩色。刚才是他哭的，对。那问他什么朝代，他会告诉你，用石像这样播出来，这样最标准。不要去问人家什么前世什么，是很低俗了。那个灵魂就是这样，灵魂没有彩色。我们刚死完的灵魂就是这样，像你这样的样子，唐头啊，你一看就知道是你，像影子，黑白的了，有一点透明了，知道是你，那就灵魂。如果要把它变成你的分身的话，彩色下去，你的颜色全部出来，变实体了。你看啊，有从灵魂可以组合，就透过你肉身来表达，透过你肉身表达，肉身里面有一个灵性。这个灵性去表达在你后面那个清楚跟不清楚，这个什么情形让你这样？光让你这样，八字的光。现在你的分身在后面，很清楚吗？有。没清楚就讲没清楚没关系。有。很清楚。哦，我看你的样子是不会说谎话的人呐、啊。哦，你看你的样子变成光的样子哦。有。光明四射。内容内脏都是光，你看眼睛一样很清楚，知道就是你光。有也可以变成气，庄子的气，气生烟雾状，气。有可以变成灵魂，回归灵魂的样子。有回归你现在和你完全平等，像照镜子那样一样，就现在。有而且就在后面，这个层次都做得很好的话，你的程度，你看你才见我一面吧。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你有境界，你看，哎，有人这样了、啊，所以你现在想什么就有什么，你这一次体会，不是我带动的，你想什么就有什么，有，想吃什么有什么，想什么都有什么，想什么就有什么了，就是万物，如果想什么没有什么，就万物没有展现了，所以其中有物，老子的道显出万物出来哦。其中有性，其中有精，精中有性，性很真实。性的是你想什么有什么，实现什么有什么，叫其中有性。所以说，其中有物，其中有相，其中有精，其精甚真，真完全活生生的。现代的生活可以享用得到，万物都可以有。你如果反对它出现的，你反对哪一种不喜欢的，认为不要。万物就缺少一样了、啊、万物都有就对了。为什么会有龙？奇龙？为什么会有光？为什么在那边全身分身在那边在那里照相？最近才看到的呢，是刚好马一龙去我家里啊，发现啊，这个单身人对在这里，马一龙很尊重光了、啊，他不尊重我了。那看了照片翻一翻，哎，这张不错啊，那在哪去晃的呢？晃了三十几人没有发现到呢，知道吗？还龙也一样呢。你看多宝贵，他们以前没有看过这两张呢。乘坐用着啊，对啊，扶着对啊，你西班牙护照招去西班牙吹你，哇、哦啊，这样你太幸运。你要记住，这个是生命，是陌生不带证，比什么都有价值。我现在讲这个好像自吹自擂，这个是你的，不是我的，我不是要自吹自擂啊。这是老子是叫我耶稣所要称赞，所要目标就是这个。因为这个可以实现你的理想，包括你现在的现实的生活，可以实现柏拉图所谓的理想国，柏拉图所谓的理行，理行啊，观念啊，都是这个意思，就是道德意识。人类都是影子，都是 copy。柏拉图追求是真善美的世界，所以它分为三层灵魂。人的第一层七情六欲，第二层灵魂就我们的阿赖也是。第三，至善的灵魂的指本体，指道，他要追求那个道。柏拉图也同样这个道理，古希腊哲学也一样道理，有三个灵魂。所以你把它完成至真、至善、至美。而且我们现在不要像老子那么苦修，还要自吸己所禁毒，不需要。你一看一想就有。老子在看天眼，看什么？哎，孔子去访问他，这记载的哦，文献的啊。庄子的文献也有了，他都好像枯木一样，枯木的表示做到第四禅了呢。
好像哭哭呆呆，老子来了都不知道。他看看，参天眼看的，美哉自乐，自善自美了。看到天，哎呦，很漂亮，很享受在其间呢。自人自乐，安个是自人，能自善自美，美哉自乐，迄句话讲的在的，自人，自人境界，自最完整的人的境界，比圣人超越太多了。孔子搞不清楚什么意思，哎，回去告诉颜伟说。老丹啊，游龙也。他在讲老丹啊，到晋朝以后才讲老子啦。他在直接西藏讲老丹啦，啊，阿南晋啊讲个老子啦。我都好像游龙摸不清，见左不见，唔知咧讲啥，唔知啊。真正有这种代，有这有啊。你这要看看灵什么，实在太简单。古神话什么，你可全部可以播得到。古神话。伏羲是时代，神农是时代，三皇五帝，全人类历史可以看得到，历历在前，它可以你的道可以播出来。伏羲是演八卦，从先天八卦开始演，他都可以知道，只要你兴趣这方面啦、啊，啊，光你女孩子没兴趣八卦啦啊，所以你真境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因为我唔捌见过你，你当境界叫迄个灵性观。感恩本尊、嗯。各位同道，大家好。我两个星期前刚从西班牙最严重的那个疫区回来，然后对我还是戴着口罩为妙。那时候疫情刚爆发的时候，有一个跟我关系很亲密的同道就传了强势分身的照片给我，然后我就一直关着在看着手机的照片，就一直感恩感恩，想说拜托不要让我就是被病毒感染。那我就看了很久，结果当天晚上我在西班牙的那个我住的地方的房间，就看到整个那个空间被推开，我就看到强势分身就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就赶快感恩。那我就看到我的法身就进去礼敬强势分身，那我当下就比较安心了一点。然后因为我每天早上都会跟本尊还有我的法身敬茶，还有之前本尊送给我们的一只老虎，对，就是老虎也有喝茶。然后有一天早上就是我在厨房煮饭的时候，就看到奇怪，怎么好像本尊分身的身影出现在我后面，怎么在那个厨房看着我。我就想说，我就心里就有一点，就是那时候还不知道是分，我还不知道是本尊分身，我就想说这是谁，你来干嘛。然后本尊分身跟我讲说，来咖喱垮啊，宝贝冲啥。然后我心里就觉得天哪，我一点比把人开用，我一定不会得到那个新冠肺炎，因为本尊跟法身都时时在照顾我。然后接下来我要赞誉的一个是因为我妈妈平常就是女生嘛，就是为了女儿好，就是希望我们不要吃冰喝冰的。然后有一天我在西班牙的麦当劳买完一个冰淇淋走出来的时候，就看到有街友就是在乞讨说，诶，拜托你可不可以分我一些食物这样。我想说好吧，那我的冰淇淋就给他吃。那我给完他之后，我就想说，因为我也走了一段距离，就不想再走回去买了，我就搭着地铁要回家。但是在地铁上我想说不行，我今天很热，真的很想吃冰淇淋，等一下去超市买一下好了。然后我妈妈的声音就突然，吃什么冰，就跟你说吃冰对身体不好，还要吃冰，整天就只想吃冰。我想说好，那我就想说赶快打给妈妈压压惊。我说妈，你刚在我耳边讲话耶。就是本尊就是我的法身，或是就是要来保护我，要我不要吃冰对身体不好。那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有一次我在超市看到那个巧克力粉，因为我很喜欢吃巧克力，喝巧克力牛奶或是吃巧克力的东西。那我就想说，可是家里冰箱好像还有一罐巧克力牛奶，但是这个巧克力粉如果饿了想要吃甜食可以用吃的，渴了又可以泡来喝，两全其美。那我想买，可是又觉得说
家里还有，到底要不要买呢？那我就想说，好吧，我去逛一圈超市，如果等一下真的还想买的话，再回来拿。这个念头一下，妈妈的声音又来了，买什么？家里就还有，还买，浪费钱。那我就真的很感谢我的法身还有本尊，就是在我在身处那个疫区，因为我的机票被取消了4次，然后被延了2个月都回不来，所以就是这2个月我都很平安的度过。我就很感恩本尊还有法身都在保护我，除了保护我以外还帮忙保护妈妈的钱包。谢谢大家。